那个邱部长，嗯，阿扁生气大骂内容说，这个骂人说翕虾小讲面包师傅是深蓝的心态，那请问你这个阿扁难道不是涉嫌公然侮辱吗？你认为阿扁骂民众所谓深蓝的心态，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，尤其卸任总统应该有的风度？依您看，我们要先认定清楚，说阿扁是不是一个病人啊，特别是一个心理疾病的病人。那如果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病人，我觉得我们对他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影响，坦白讲是有点残忍了。去年有一位收容人罗癌，罗汉癌症，在罗癌的状况下两度，当然是招委特别安排一个有关于前任总统保外就医特色问题哈。那林德委员今天一直在问这问题，也不意外啦。但是我必须纠正他，因为一度爱讲罗癌讲两次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罗癌啊，啊，丢人了，好。狗血也稍微超有基本水准哈。